大家好，我是吉思瑞公司负责采购和海外办事处的总裁，欢迎观看吉思瑞的培训视频。如何进行 AQL 抽样检查？通过观看这个视频，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 back to basics。 AQL 是吉思瑞品质保证的基础，它对于吉思瑞验货员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品控方法非常的关键。这个培训视频以及你们经理的有关指导和支持，能够确保你们在工作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吉思瑞的客户期待合格的产品，不容忍任何的瑕疵。这就是为什么质检员的工作对吉思瑞是如此的重要。我相信通过严格全面的随机抽样检查，能够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客户的质量要求，做到只有产品合格才能出运。作为质检员，你是公司的眼睛和耳朵，是和次品及质量问题作战的前卫军。我们意识到质量问题是伴随着新的挑战而随时发生和发展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着努力提高和改进。但我们首先必须掌握 basics， 即基本的方法。本视频即是尝试着教给你这个基本的方法。本培训视频分为两个部分：一、概述什么是 AQL， 以及吉思瑞为什么选用 AQL； 二、详述检查的每一步骤，从最初到达工厂，到最终出具维检报告书。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带领吉思瑞的海外团队，并期待和你们的面谈。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 back to basics， 并且相信你们能够勇于面对挑战，为质量为求。接下来，请大家观看视频，做好笔记。同时，请牢记吉思瑞的质量管控从你开始。培训概述，第一节，什么是 AQL？ 第二节，如何进行 AQL 最终抽样检验？第一节，什么是 AQL？ AQL 代表的是合格质量水平。 AQL 是用来评估商品可接受的特性或要求的一致性水平的评估。 AQL是吉思瑞实现质量控制的基础。为什么吉思瑞使用 AQL 作为验货标准呢？2013年，吉思瑞公司会生产超过5000万件服装，不可能做到对每件衣服进行逐一的检查，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成本太高，太耗费时间，会导致过度重复处理服装，买方风险太大，识别缺陷，多种因素将导致产品的缺陷，可能有设计方面的缺陷，如差强人意的设计或疏于测试。即便设计没问题，产品可能有制造方面的缺陷，比如线头或污迹。另外还有包装方面的缺陷，丢失吊牌，
或型号贴不正确等等。危急缺陷，一件服装上不可接受的缺陷，或者其包装上的缺陷，或者有可能导致安全方面问题，或降低功能性或其价值的缺陷，例如发现断针的现象。假如你发现一个危急缺陷，检查将评定为拒绝。严重缺陷，严重的瑕疵是指会影响产品外观、性能或者耐用性。导致顾客发现这种瑕疵时，他们会选择不购买该产品，或者购买使用后导致顾客不满意，例如后中主标印子脱落。轻微缺陷，轻微瑕疵是指影响产品的外观和耐久性，因此可能会影响其销售性。轻微缺陷常常是可以被修正的，例如领肩不圆顺。缺陷分类表，吉思瑞的 QA 手册作为检查的工具包的一部分，规定工作中每个验货员必须随身携带。除了一些疵点，手册还将提供你详细的技术支持，帮助你处理检查中的其他方面的不同问题。批准的样品封，为了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确认的样品，吉思瑞实行不同颜色代码的样品封规定，分为黄、绿、红三种样色。黄色样品封由当地的吉思瑞 QA 确认的样品。绿色样品封，从大货抽出的样品。红色样品封，由吉思瑞纽约的工作人员或直接从客户端批准的样品。检查水平二，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可能使用不同水平的检验标准，但吉思瑞一直使用检查水平二级 AQL 抽样数量，使用一般检验水平二级。 AQL 抽样数量是由不同瑕疵的接受水平决定的，吉思瑞使用两种不同的标准 AQL 1.5 AQL 2.5。 你们的经理将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关于不同的检查中适用正确的抽样数量。第二节，如何进行 AQL 最终抽样检验。下面一节将详细讲述如何进行最终抽样检验。检验概述，第二节可以分为七个步骤：到达工厂、预检前会议、随机抽样、服装尺寸测量、服装做工检验、缺陷评定、违检报告。到达工厂，到达工厂首先要向工厂门卫介绍自己来自吉思瑞，将要进行产品的检查，为了确保大货是在供应商制定的工厂生产，验货员需要进行拍照，记录工厂的 GPS 方位，打电话给你的经理，报告已经安全到达工厂。预验收会议，然后见面，外贸公司、工厂参与维检的有关人员。要记住，维检是你的维检。
要判断维检需要参与的人数，太多人员将影响你控制进程的能力，而且太嘈杂也会影响你的专注工作。开始检查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工厂的人员一起熟悉产品、客户的要求、生产的进度等，也就是进行维检前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验货员会获得对验货资料及批复样品的全面了解，及美国同事方面设计批版的确认意见。查看 SIP 资料，查看标准验货资料。下面我们看看标准验货资料都包含哪些重要信息。什么是 SIP？ SIP 包含所有生产有关的必要信息，提供生产过程中的支持，避免生产过程中的错误或误解，它是最终的检查所必不可少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没有 SIP 标准验货资料，检查必须中断，打电话给你的经理汇报具体情况。 SIP 标准验货资料使用吉思瑞标准的绿色文件夹，封面有外贸公司及工厂的信息、款号、订单号、交期、数量等等。客户的订单表必须提供。出具维检报告书时，很多信息来自它。款式的尺寸表、指示书、设计批版的意见很重要。必须确认工厂是否根据客人的意见修正了大货，假如未修正，维检应拒绝，报告经理待进一步指示。 SIP 应该包含确认的所有大货使用的辅料、五金、所有商标、吊牌及贴纸。查看确认的批版样品。查看 SIP 后，还要查看确认的批版样，没有它，维检应中断，验货员应马上离开工厂，报告经理有关的问题。维检前，通过对确认样的熟悉，有助于发现产品的非一致性。维检过程中，应始终保有批版样和 SIP 资料，以便发现问题，随时确认对照。随机抽样。因为你的抽样将决定吉思瑞是否接受所查的产品，所以你的抽样是否随机和代表大货的平均水平显得十分关键。根据不同的包装，决定了不同的随机抽样方法。样本选择，纸箱。现在我们学习一下如何正确地随机抽出纸箱包装货。首先要从工厂那里获得最终的装箱单，然后点箱数确认是否足箱，如不足，工厂需要解释为什么和维检前会议提供的数量不符，然后确认箱脉，纸箱的品质是否有破损和脏污，纸板的密度和耐力是否够强，是否用防盗胶带封箱。开始抽箱，吉思瑞的规定是根据总箱数的平方根数进行随机抽箱，抽箱中不能受到工厂人员的干扰，确保抽样代表大货的水平。抽箱时要在所抽纸箱外盖章做标记，防止纸箱在送往验货房时被调换。所抽的箱号要记在维检报告书上。视频中
大家会发现我们的验货员使用的是吉思瑞的印章。为了确保检查的公正完整性，减少来自工厂的干扰，验货员应该在验货房亲自打开纸箱，不是在仓库或生产区域，这样监督所抽的纸箱从仓库运到验货房的过程非常关键，防盗胶带要确认完好。从纸箱抽样之前，要首先确认包装的尺码、颜色、数量等是否符合客人的要求。从纸箱内抽样时，不应受到工厂人员的干扰。每箱抽样的数量不应超过箱内包装数量的一半。假如有多个颜色，抽样应按照大货各颜色的比例完成。抽样后，强烈建议你要重新确认你的抽样数量是否和 AQL 规定的抽样数量一致。多或少都将歪曲检查的最终结果。再次重申，抽样必须由吉思瑞验货员自己完成。要记住，这是你的违检，一切由你自己主宰。小心转移抽样。完成抽样后，要监督样品转移到验货房的过程，这样才能确保抽样的完整性，而非妥协。转移过程中有损坏的风险，因为仓库人员侧重于数量分发等工作，可能疏于对产品的保护。所以验货员应该监督整个过程。抽样到达验货房后，确认数量和你所抽一致。量尺寸之前，应确保包装和衣架品质。假如发现任何污迹或损坏，应在瑕疵表上分类记下数量、尺码贴、衣架上的尺码环以及吊牌上的型号应该一致。测量服装尺寸。现在开始测量尺寸，不论多少 PO， 最少应量20件衣服，同时保证每个型号至少测量3件，测量结果如果超出公差，到达下一个型号的尺寸，应该记为严重缺陷；如果超出公差但没有达到下一型号的尺寸，记为轻微缺陷；如果第一轮抽样的测量超出公差被拒绝，可以进行二次同等抽样测量，测量结果要记录在报告书上。测量尺寸时，工厂人员可以协助记录，这样省时，但你必须保持警惕，确保测量的结果能够正确地记录下来。产品检验。现在开始进行产品做工方面的检查。对照 SIP 资料和批版样品，全面检查产品的做工等细节方面。吉思瑞鼓励员工经常性地和经理及同事交流，参与本组的培训，对本组各类产品的特性获得综合性的理解。确认功能性的辅料及物件十分重要，它会影响到客人的日常使用，比如拉链和四合扣，必须确认其功能及声音的完好性。确认产品的对称平衡性很重要，比如肩部、口袋高度是否一致，左右袖长和袖口也要比较。假如挂装，可以挂在挂架上查看，省时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查看。假如放在检查台上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不能太受限。
最初的检查是视觉，然而你应该充分利用身体的感官，手感如何，有没有气味，翻动过程中有没有异响，是否遗忘任何的物件，比如衣架、腰带、商标、吊牌，从顾客的眼光及角度审查产品的特性及实用性。服装的生产制作过程总是复杂的，很多的过程和环节会出现过错。任何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环节或包装，是你负责把它们找出来。缺陷产品管理。维检中发现的瑕疵品应该和其他产品分开来，最好挂在单独的架子上。吉思瑞规定验货员发现每个疵点后，应马上分类记录在瑕疵统计表上，这样可以确保数量的正确性，以及防止工厂人员对验货结果的干扰。而且维检结束时，完整的瑕疵统计表将有助你尽快出具维检报告书。发现产品的瑕疵时，应用不良贴做好标识，但皮装类产品应用划粉标示疵点。缺陷回顾。现在你已经结束了对产品的检查，下面应该和供应商及工厂经理一起查看挑出的瑕疵品，建议把同类疵点放在一起，也方便确认你的统计表里的数量是否准确一致。重要的一点，对所有每类瑕疵必须拍照，和维检报告一起递交。瑕疵的照片提供有力的维检中问题发现的证据，同时也向我们的同事们提供产品品质上的有价值的直观评判。工厂或外贸公司对你的瑕疵评判持不同的见解，然而你要保持平静和自信，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定义为产品的瑕疵。最终验货员应该根据客人的标准和要求做出最终的验货结果。完成最后的检查报告，出具维检报告一般需要下列资料： SIP 中的 PO 表上的有关信息，维检前会议确认到的生产进度，第一二部分关于纸箱包装方面随机抽查情况，尺寸方面的测量情况，从常用疵点表中统计出发现的疵点的数量以及对应的分数，需要外贸公司的签字确认检查的结果和对所发现疵点的认同，最后要求把报告书发送到有关的部门，维检正式结束。到此，我们关于如何进行 AQL 最终检查的培训视频就要结束了。我希望你们通过观看，发现它的实用性，更好地理解吉思瑞公司对产品品质的评估标准，以及掌握 AQL 的基本技巧，对于公司取得前进中的成功是多么的重要。我理解，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品质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假如大家对视频中的所讲有任何疑问，或其他问题，请随时联系我，我乐意并感谢你的反馈和建议。同时，大家要记住，吉思瑞的质量是从你开始的。